到的是洪金耀老师，请做奖品。好人好，今天选这个小虎哥的歌，那个爱情罗丹。其实这个歌听小虎在唱的时候是非常的流畅，事实上它里面暗藏很多的玄机，不是那么好唱。那这个应该是说，如果他没有到一定的唱歌的那种历练跟经验的话，其实唱这个歌很容易跌倒。为什么？其实他从一开始进歌前一两句就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技巧转音，对不对？其实在一些地方的转音，严格来说这是比较不能过关的。好，比如说外心就不会这么乱，这里哦加乱哦，这个加乱，其实你两次在这个地方的转音都不是那么的顺。爱情啊是最无路灯，我的心就袂这软。如果你把它的音拆起来，它是哒啦哩的就可以了，哦，哒的这个也是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让它的转音练到很顺很顺，你才可以去唱这么复杂的转音。然后这首歌当然维持你的水准，但是我觉得要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再加把劲，就是把这些小细节都练到好，那唱出来就会更美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丁小文老师，请。人好危险啊！爱情楼丹这个歌啊，就是要挑战你的转音的功夫。其实呢，我们听很多二姐江蕙的歌，她其实有很多转音，但我们在听的时候不会特别察觉到，是因为她转得很自然，转得很顺，所以我们不会不仔细听，不会特别听到哦，原来这叫转音。其实小虎大哥的歌也是如此，但是不知道小虎大哥的传人阿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哇，太棒了！但是你不要示范错误哦。爱情那是最有路单，我的心就袂这乱。每一暗亲像做梦，为你。喂，你吵，看差不多了，你啊。啊！叫你示范，我行楼梯那些。哦，你哥哥不要全部跟罗宾学吗？啊！哥哥不要生气。这事业又不像，都在抢我饭碗吗？啊！搞笑。不要生气。轮得到你们搞吗？没事。不要这样子。请台上的各位选手注意，单独示范能够走向前只有瓜哥，好吗？好。大家要有分寸一点哈。好，那个我要讲一下重点哈。任豪，其实你今天这首歌呢，以一般的水准而言，你还是表现相当好。但是如果转音的这个部分，你的观念没有调整好，哇，这个以后就会麻烦了。你今天呢，在唱这些转音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就说，既然这边有转音，我就要转很多。其实未必是如此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，可以把它转好，转得很流畅，宁可不要转。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转音，你转的有一点太多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转音不够快，速度不够快，它会脱拍。所以当你还没有练习到这么流畅的时候，不要去冒险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转到这么多音，每个音都要准，每个音的速度要平均，不容易。好，那刚刚阿凯这个示范的，他有他的转音法，他的转音方法就跟你不一样。他的转音每一个转音还有大小声，是因为他已经很练习，他已经练习了，很习惯。他是用喉音咕噜咕噜就转过去了，他没有把每个音唱得这么清楚，这是另外一种转音法。好，所以任豪今天呢，因为这个歌太多转音，但是很多转音没有到位，所以我说你危险。所以我回到那一句老话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。什么？选歌。对，好，加油，谢老师。好，今天挑战的是
田燕美92分，能不能冲击到陈仁豪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上一周卡关的仁豪，这一周能不能够守住卫冕者宝座？得到的分数是70、80、90、90、91、92，小数点有没有？就一二。恭喜得到92.2分，成功卫冕两关，累积奖金40,000元。接下来我们在仁豪的票箱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得奖的是，恭喜这位幸运的观众得到奖金3000元。就谢谢田燕美，来稍微休息一下。恭喜陈仁豪，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陈仁豪成功卫冕两关，累积奖金40,000元。